阿哥，我回来了，你看。哎呦，那么大个头啊！啊，兔兔那么空啊，嘛肯定把你吃了噻。哎，今天我啥子吃？那么多还有。今天能吃点嘴不？阿哥点火。要点开干。把兔鸡收拾一下。做冷嘴头一定用宣头啊，冻头是没得灵魂的。剁成小块。把兔的腌制哈，盐巴、鸡精、葱姜、料酒，加拌均匀，腌制十分钟。再来配个香料，半个香叶桂皮、山奈、草果、小茴，最重要的陈皮，用白酒浸泡哈。切点洋葱、大葱、生姜，用两勺料油。快过来，辣椒给你煎好了。开干，开干。开水下海椒，煮一下，洗去灰尘啊，而炒的时候也不得糊。煮十分钟以后捞出来，这样吃起来烂而不燥。锅烧菜籽油，需要多一点哈。阿哥，就开始管炸油了。要多啊？下头葱姜洋葱，加一个料油。这不炒油还要油油哦。你看嘛，这是包你喜欢吃。这是你的菜，弄个那我吃不得。姐拿酱火的王老吉给你准备好了。阿哥，你放心吃。要多啊？就是这个味道，我晓得这个是很火的王老吉的嘛。耶，阿哥都炒了，晓得王老吉啊？这个王老吉凉茶两罐，新人只要一块钱。哎，还这种好事啊？现在点视频下方链接，下载京东 APP， 京东超市会场还有很多福利商品，新人低至一块钱起，你要想要啥子，我全部给你买回来哦。炸干以后露出料子，用温水捞下头脱了。炸到外边微黄啊，下头一把花椒。泡发好的香料，最后放入干海椒，慢慢煸炒，不停地翻动，再来海椒快变色了，放入海椒面，五香粉，再来少量香醋，哎，这个香味已经来了哈，划算的板，最后放入白芝麻，要得了，西哥。就这个嫩吃兔儿，我厚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呀，我请哦。要得，黑个。哦，来三个嘛。这个啥子？还是从东边摘兔儿的啊？你来吧。哎呀，闻到多香呢，是吧？好熬得动。你这有点烂，是吧？来喝这个来。来吧。来嘛，干一个。哎呀，哎，这个好像安逸，是吧？来嘛，整整整。那好吃啊，这个。是吧？嗯。这个放凉了更好吃，这个是嫩吃腿儿，晓得吧？哦，放冷了更好吃。你老板估计忙，对吧？东西吃着好吃啊，这会儿吃费事情，拿点盐。我夹给你吃吧。哎呀。他要是我们就够了哟。慢慢找嘛，烤鱼盘放冰箱里面，冷冻慢慢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。如果喜欢，我想付了这些观众们，我大明，我大哥，我们两人拜了个拜。